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翠翠站。我好紧张，因为我今天要拍台语翻唱了，终于要拍翻唱。我期待剪翻唱片，也期待就是可以上传的时间。但是我最紧张的是，我会表现的不好。我觉得我找来跟我一起合作的人太强了。如果你有听过人生的歌的话，就是那个黄晨 Bruce 呀、他吉他手他也会来，还有另外两个人 Oh my gosh， 他们都超强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感觉在这个小团队里面是最弱的一个，担心我会表现得不好，我只会 让他们觉得失望，我怕也会让支持我的人失望。可是我就是那种很容易紧张的体质。在我频道上最喜欢的三支影片没有顺序，就是人生的瓜瓜人生的瓜金星的瓜，跟我跟我美国的猫狗拍的那支，还有在台湾来台湾找茶那个去一个茶园的影片。感觉金星的瓜是我观众最喜欢的影片，因为那个前天就满了900,000观看，谢谢。我真的让你们等太久，对不起。我那时候看留言觉得很感动，因为很多人真的很喜欢，或是假装喜欢。正好整个拍那个台语翻唱的影片的过程都是我喜欢的，就是我很喜欢听台语歌，我很喜欢唱歌，我很喜欢剪这种影片，然后我很喜欢分享出去。因为我就觉得我平常对镜头讲话我就觉得很讨厌，我也是就是剪片的时候都会听到自己文法中文的文法或发音不标准的地方，然后 Oh my god， 我就是剪得很痛苦。我觉得我在镜头前面是很尴尬的人，但是有时候唱歌就没有那么尴尬。那刚我就我脸看起来很油，是因为我要戴口罩坐车，所以我到拍摄的地点再弄完妆。哦，我给你看我今天要穿什么，我穿我睡衣出去，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要穿什么拍那个翻唱影片。这件我觉得买到了之后发现好像有点老，对不对？就是这边 bling bling， 然后这边的红色，中文不是有个说法是什么？就是哦，你喜欢红色了，或是什么代表说你老了吗？这是我中文老师跟我说的，所以很红，然后又有 bling bling， 感觉是老人的衣服，但是这是老哥，所以适合吧，如果不适合的话请你不要跟我说，因为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换别件了。很讨厌的话那我下一支影片就穿别的啊。这首哇，我那时候看留言也有看到人推荐这首，去听我真的觉得很好听，还是可以继续点歌，因为你们推荐的歌都很好听，也都很经典的感觉。我本来是去 KTV 会听到好听的台语歌，因为我台湾的朋友都会唱一些，但是最近疫情，所以不要就是完全没有去 KTV， 所以我就是没有听到新的台语歌这样子，所以得靠你们的留言来找到新的我喜欢的台语歌。现代的不是老歌也很好听吧？你们有在听吗？还是你觉得比较经典点比较好 ？OK， 那我们出发喽 ，See you later。什么？手麦克风？麦克风不在你手上吗？怎么只有一个？
哦，没有，这是谁？差点骂人。哎，你是要骂谁？借我麦克风的。没有，没事，没事。现在是要准备，我要换衣服，很不搭配的鞋子，就是应该不会有人注意到吧？不会吧？我觉得很好看啊。你紧张吗？待会要拍？紧张。为什么？怕我很丑，怕我。你哪会？你哪会丑啊？你哪里丑了？哪会丑啊？紧张时间，因为接了两个。哦，那个今天唱歌的那个男生是特地去联系的吗？还是是本来就认识的？本来就认识。怎么会突然找他？就是就是有一次跟他去唱 KTV， 发现很好听，然后就想说，我以后一定要跟他唱一首歌，然后正好觉得这首很适合他声音。哦，真的？对啊，他唱得很棒。我刚刚听了也觉得鸡皮疙瘩，而且你刚刚听到没有调音哎，好厉害哦！来，你会自我介绍吗？我不会。其实因为这段是我自己写的，所以应该猜不出来。我很激昂，很有美国风情。美国人电脑里面就是会有这些。哎，所以你本来就有美国国有血统吗？啊，不是，你本来我要问他说，你的电脑本来就有美国国歌吗？为什么？台湾人里面绝对不会有那个台湾的国歌在里面。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有一些鼻音的东西可能没发好。有一些不该有鼻音的地方有鼻音，然后有些，主要是有一些没有，有些那个东西没上去，对，感觉那个比较少。嘿，这是我吗？对啊，他亲了。收工了，现在还累吗？啊？累吗？不会，真的不会，真的吗？哦。You think you know me? Say I'm as cold-hearted as they come. You think I'm slowly cutting my ties with you that I'm done. 今天应该算是拍的成功吧？那如果再给我多一点点时间，下礼拜三，所以正好14天之后，应该可以上。OK， 谢谢你的耐心，也谢谢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最后面。
我这礼拜六，下礼拜三都有新的影片，希望下次、下下次、下下下下次都可以见到你，拜。